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这一群人，我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靠主。除了我们生活中要一切都在神的赐福当中，我们存感恩的心领受，向我们的邻人朋友见证主的奇妙伟大，我们多么的幸福。同时我们还要把他们的心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幸福，一样的能够进天家，一样的能够多结果子。耶稣对彼得说，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了。我要叫你得人如鱼，得人如鱼，得人如鱼。我要叫你得人如鱼，你要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鱼，得人如鱼，得人如鱼。我要叫你得人如鱼，你要跟从我。我们对主说，我要跟从你，我要跟从你。我们决定跟从你，我要跟从你。我们请任君来带我们祷告，让我们今天受洗的人的确不单单有心智，常喝活水，靠主得胜，并且成为活水流通的管子，能够带下生命的活水，让家人、让亲友都能够喝到，叫我们永远不再渴的活水。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得人如鱼的时候。求主把得人如鱼的高牧和使命赏给我们。我们请任君弟兄带我们大家做祷告。哈利路亚。除了任君弟兄之外，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来到这么多位同工啊，有婉珍，有燕芬啊，还有月丽姐，还有啊我们的其他弟兄姐妹。我们愿主圣灵这个时候来浇灌充满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要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预备受洗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家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扶持，互相的祝福。我们请任君先开始。主耶稣啊，今天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日子，因为你的同在，你赋予了这个日子不一样的意义。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找到了我们，也找到了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今天受洗归给你，他们心归给你，他们日子就不再一样了。主啊，他们生命就跟主有了相交。主啊，无论是高山低谷，好的不好的环境，主啊，都有你的美意在。主啊，你只有一个目的，主啊，我们的生命就是归向你。主啊，就像属天的国度去走去行。主啊，我们一生都有意义。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是你的受死摆上，是你付上了代价，为我们付出了一切，我们才有如今的生命。主啊，我们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碰到困难时，主啊，我们就一起同心祷告，因为我们是家人。主啊，我们喜乐时，我们也一起分享。主，我们谢谢你一切的恩典，你把我们团结在一个家中。主啊，我们是一个肢体。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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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主耶稣在你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主啊，你爱我们的爱，主啊，现在就来充满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感受到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阿爸天父，你将爱子耶稣赐下给我们，叫我们信的人都要得着永生。阿门。阿门。主啊，你将更多的信心加添给我们在这里的18位弟兄姊妹，让他们永远跟随耶稣，再也不回头，也不离开。阿门。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将那天上的福分倾倒给他们，让他们走在十字架的路是欢喜快乐的。哈利路亚，主啊，把更多的这个智慧聪明，主啊，加添给他们，让他们真的是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世界一切的诱惑，使他们永远跟随耶稣走，不偏离左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爱亲自来浇灌充满他们每一天，他们所思所想
真的是带领他们哦，真的是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个自战自清的苦猪啊，主要让我们真的是成就那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要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主你那样赏赐给我们天上的福分，天上的奖赏是胜过世上所有的，你的平安在我们地上所赐的是无能能够相比的啊，主要让我们真知道进入你的安息，进入你的平安祝福里面，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不是偶然，是主你召聚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师母来带领我们在这里，来向我们的天父，我们奉我们的主耶稣来宣告，我们全部都是属于你的，一个也不被撇弃，主要不但今天在座的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得着，他们还要把好的福音传给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家人大大小小都要得救。阿门。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你也赐给我们一口生的活水井，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白白的喝，我们大口大口的喝，我们要把家人也都带进来，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着救恩，得着主你的爱。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今天所得救的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把老我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主啊，你活在我们里面，现在活着不是我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从今以后与主你连接在一起，联合在一起，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一切，执掌我们成为主你所要使用的器皿，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是何用的器皿，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哦金宝石蓝宝石，感谢赞美主，所有的一切都要用在主你所要用的事工上，我们感谢赞美主，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我们再次来跟我一起宣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主赐福我们，主赐我们，我们将这福分享给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将这福分享给我们所爱的人，谢谢主，谢谢主，我们是活水得胜人，我们是活水